BF1201 如何更换到架座？首先拆卸缩箱塑料上罩，拆卸剪线连杆两颗螺丝，用 2.5 的七字扳手拆除刀架座螺丝，拆下砧板，拆卸悬缩支撑，拆开新刀架座的砧板，调节动刀位置，使其居刀尖的三分之一。安装拆卸下来的悬缩支撑，安装砧板，更换刀架座，安装刀架座，使其悬缩支撑对准悬缩，调节一号针针孔，使其居中，左手按住刀架座，右手拧紧螺丝，换色至12号针，查看针孔位，调节居中，看12号针针孔是否居中，12号针针孔有偏差，松螺丝再调至居中，调节完成后，左手按住刀架座，右手拧紧螺丝，换至一号针，再查看针孔位置，12号针一号针针孔都已居中，再拧紧螺丝，拆
拆卸砧板。再次细对悬梭支撑与悬梭位置，拧紧悬梭支撑，拧紧剪线连杆螺丝。拧紧砧板螺丝，安装梭箱塑料上罩。